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广义汽车，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一台2021年的 Ringer 皮卡。这一台 Ringer 皮卡，它有分两个等级，然后我们这一个等级它是最顶级的一个等级。它的等级，它的分的话就是比较标准的，它是保险杆没有跟车身同色，然后我们这一台是顶级款，它跟车身是同色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左右的后视镜，它有方向灯的 LED 灯的方向灯，还有它的大灯都是 LED 的日行灯，所以说这一个款式里面，它算是 Ringer 皮卡里面等级最高的。那我们就慢慢来欣赏它的一些外观的配备哦，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皮卡它的货斗，它是其实它的开关部分的话，它其实也是很轻松。这个部分它在上下货物的话来讲，其实它是比较属于刚好在我们的差不多大腿的高度这边，它在上下货物很方便。就是假如你是有一些我们休闲的时候，像一些风浪板啊，或者一些是沙滩车之类的，在存放的话，其实有放两个铁架的话，或是脚踏车，其实它在承载性相当的方便，它真的是一台很棒的休闲用车。在这边推荐，如果你是正在寻找 Ringer 皮卡货车的朋友或者是车主们，建议你来参考我们这一台 Ringer 皮卡，它的里程才跑接近90公里。我们看这一台车，它几乎就跟新车差不了多少。你看它的门把的那一些，它的凹溜啊，它几乎都是新的。还有你看它的皮椅都没有什么龟裂，而且再加上这一台皮卡，那在目前市场上新车，它在提供自排的车辆也是少之又少。那这一台 Ringer 皮卡，它虽然是 2.4 的，但是其实货车的税金，它算2000的税金，大家都可能会以为说，我不想要买到那个2000cc 以上的税金，2000cc 以上的税金好贵哦。其实2000cc 的货车的税金，其实它是非常的省的，跟1500的税金其实是差没有多少。然后假如你是刚好有需要用到自排的话，真的非常推荐你来参考这一台我们2021年的 Ringer 皮卡，才跑接近差不多90公里，然后跟新车价差有差不多10万以上，真的欢迎您打电话来预约选购。好，我要补充介绍的是，大家可能都会认为这台 Ringer 的皮卡它就是一台货车，那其实我是个人是推荐这一台，它其实它就是家庭的第二部车。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一台是第二部车呢？因为它也不像是一般的传统它的货车，它的货斗那么大，但是它又是轿车的车头，然后它又是自排，其实它在使用上来讲，它比较属于个人以及两人的使用的工作车或者是休闲玩乐车，它坐第二部车真的是一部非常不错的车。